因为以前我真的只要稍微激怒他，就会说 baby。你去给我穿里面穿一件衣服，这女的都还笑。我现在大鸡突什么走来走去，然后公公也在，他完全不会说任何一句话。公公年事慢慢渐长，我老花了，看不清楚，想刺激一下他。我跟你讲，女儿长大，因为我们家三个女儿，女儿长大之后，老公真的，因为以前我真的只要稍微鸡突，他就会说 baby。你去给我穿里面穿一件衣服。女儿看妈妈在没有在家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女儿都还小。然后现在我大 baby， 你快点进房间。我现在大鸡突什么走来走去，然后公公也在，他完全不会说任何一句话。因为我已经买了防公公了，而且公公年事慢慢渐长，我老花了，看不清楚，想刺激一下他。玩笑，然后但是我女儿只要从房间走出来，如果是穿短 T 恤，然后超短裤，我老公就会说，你穿的什么样子？去给我穿衣服。然后他就说，这就是衣服啊。对啊，现在少女都要穿露肚子的，然后细肩带，然后我女儿穿细肩带，然后有点是缎面那种，就是小睡衣。然后我老公说，你穿的什么样子？去给我那个换衣服。然后说激动。对啊，这就是我的睡衣，我在家为什么不能穿这样？然后我这边嫉妒什么？他不 care。你知道我有一次就想说给我老公一些刺激好了，然后我就自己去买那种成套，因为平常我们内衣都不成套嘛，就是随便穿。上年纪就懒得。然后高腰裤这样子，然后想说好，那我就趁他上班开会的时候，因为已经很久没有情趣了，我就真的是一整套黑蕾丝哦，然后还吊带袜，哇，还可以吸棉嘞，因为你给他后面很难。觉得自己就是很性感的时候，然后还在浴室这样拍着 pose 的照片，这样，然后知道他在开会，想说哇，一定要眼睛为之一亮，然后传过去，我一直等等那个回应，然后他开完会，他就回我两个字，干嘛？他说，哎呦，哎呀，我想说，我那精心控那么久，然后我想说，你也算说一个什么，你好性感，宝贝，说，对不对？应该说洗一下，哎呦，是觉得有一点觉得，哎呦，你怎么这样？没有，应该老婆会知道他那个文字是什么意思。对，你讲对了，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在嫌弃说你在干嘛，阿姨这样。以前我们去夜店吊袜带就是常穿的。对呀，你有？你有穿啊？我没穿过。以前常穿，我觉得当妈妈以后真的，我自己也是变好多，就是跟性感完全没有关系，而且也完全不想挑逗老公，老公也完全不想碰到我。我们就是你小孩在家，因为我小孩很严重吗？左转。对，我小孩6岁跟2岁半，我跟老公就是相敬如宾。有一天我就是他开车带我去上班，然后就是那天在车上聊得还算愉快，因为通常我老公都是讲一些很冷淡的话，让我觉得聊不下去。那天可能还有点有说有聊，然后到的时候我就说，哎，宝贝，我们好久没有亲一下，还是我亲一下，然后就亲他一下，我再下车，然后我们两个就对看，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，为什么？就是很久没有碰到对方的嘴唇了。一二三，滑走。哎呦，还蛮时髦的。一二三，滑走，滑走。哎，好像太多哎。你是谁啦？你是谁啊？你是谁？你现在看起来超怪。我是谁？你看起来好惊讶。你叫我们哎哎，在哪里买的？这就是借的。一二三，滑走。我看一下。这个往下了。往下，我再调整一下，不要急。啊。一二三，滑走，有吗？没有，短的，短的。啊，算了，来，其实蛮好的，我觉得蛮好的。有啊，你过关了。一边很好，另外一边还好。我觉得蛮美的，这是时尚，不整真的是。你现在眼睛有点歪掉哎，哪有？有歪掉。水平怪怪的。对 ，OK。那换你啊，换一哥来，一哥。那么男性会画吗？一哥，我会好不好？你会化妆吗？一二三，滑走。哎，可以，可以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好，再一次，一二三，化妆，没有，再一个，一二三，化妆，可以哦，有，哎，你成功哎，你好 man 哦，你成功哎，贴纸，我贴纸呢，你比奇艺厉害哎，是不是？谁说我们现场有？我觉得他还是我们现场有安全帽吗？你还是适合安全帽，我觉得你这个安全帽无敌啊。一二三，滑走，很新哎！一二三，滑走就好新，把安全帽拔掉。哎，你成功了耶！拔走，一二三，拔走，现在是合理的耶！潮人，够潮哦！可以，你要吗？厉害！你是说眼线吗？滑走，一二三，
玩看看啊！挑战，试一下吧。该玩一下了吧？对啦，两下也可以啊。哎呦，来喽！对啊，三、二、一，一二三，滑走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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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实哦，哎呦，哎呦，蛮时髦的。来，另外一边。哎呦，你要不要换手？你要换手？整个开心哦。不用哦。一二三，滑走。哦，哎呦，两节式。对。要补吗？滑走。哎呦，哎，太多了。怎么突然？你是谁？你是谁啦？你是谁啊？你是谁？你看起来好惊讶。都是你叫我叫的。哎，真的借的吗？还是买的？这就是借的。啊！有水，有水。哇！滑走，一二三，出发。一二三，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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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买走，一二三，买走。多少？多少？我不知道，多少钱？不知道，五万八吧。那应该蛮贵的。六万七万呢？哇，没关系啦。十一万，买对啦，拍菜客。一二三，买走。我眼睛怪怪的。你看起来超是对，你现在看起来超怪。我这个梦是谁？很妩媚。比较复古一点。很妩媚。很妩媚。好长哦。对对，蛮难线呢。对，不过我是也是一只眼睛成功啊。对，对啊。嗯。下课十分钟的恋爱，虽然有一点短暂，你的笑填满我心中所有的遗憾。哥，这是你写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你说我的心跟着你总是不在教室里，所以你喜欢的那个人不在你们班上。我喜欢。哎呦。再出来你们也没办法播、哦。我不跟你讲是谁，讲出来会很尴尬。我要唱十分钟的恋爱。哎，可是你一个人唱这歌 OK 吗？应该就会很孤单吧。会很没关系，我们会很嗨，我们一起跳嘛。我也会跳啊。那下课有没有？两三三恋爱谁？这有点 gay 哦，有点 gay。暗点真的很怕先白来，对不对？什么先？你很怕先白来，对不对？我必须要见缝插针的。不然继续聊，继续聊。不然陈汉典他唱的时候，你帮他伴舞。可以啊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哎呦。拜托，看你可以跳吗？可以啦，蔡伟俊，这样的话我可以。对对对啊，嗯，是这样，对，就是只要他一这样的时候，你们就跟着这样子，对。那其他时间你不会跳的时候，你们就自己在那边，对对 ，freestyle， 对，可以吧？这样比较不会寂寞。欢迎九月妈妈。哎，真的，我还跑一下好了。我的心。跟着你总是不在教室里，黑板上每个数字都变成你的眼睛，在生气在着急，所有感情牵着你，不愿意失去共同的光影。下课十分钟的恋爱，虽然有一点短暂，你的笑